个性会影响选择大学科系，大学选择念什么科系跟个性有关，哪个是法律科系的学生的普遍性格？我的答案是 B， 这就是我，所以我们就是个性机车，很喜欢跟你做朋友。就像我个性内向，但喜欢外出，对不对？一样道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个性内向这一句话就怪怪的。嗯，我对不起，我们在录影，不好意思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